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9月17日。今天呢，先不跟大家讲这个双方控制线上的具体的战斗情况了。今天讲讲这个为什么在俄乌冲突当中啊，假消息特别多的情况。昨天啊，有一个网友呢，在这个网上发了一个视频啊，他也是一个大 V 了。不断的给大家发一些海外的视频出来，说这个库比扬斯克呢已经被完全占领了。今天呢，我一看这个标题又变回来了，说这个正在战斗。这个只是现在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实际上在前头啊发生了很多次啊。如果大家有点印象的话，这个马里乌波尔说这个攻占了多少多少次了。恨不得1个多月前吧，就说这马里乌波尔已经占领了，但最后又打了1个多月，这才真正给拿下来。这马里乌波尔结束之后呢，这个利西昌斯克啊、北顿涅茨克啊，也是经历了多次这种说法，说这个俄军已经占领，过了2天又是还在占领。接下来呢，就谢维尔斯克啊，等等，这个咱们就是不再举，就说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好多人为什么在中国这个语法当中啊，没有这个完成时和进行时，对吧？就是你得用这个动词，就是一个形态，这占领就是一个占领，没有说已经占领、正在占领啊。但实际上，这个好多时候啊，我们在这个发消息的时候，他就是把一个正在进行时给改成了完成时。为什么这种假的消息比较多呢？实际上，我想呢有这么几个原因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实际上大家应该注意到，俄乌这两个参与方啊，实际上他们的士兵啊和他们的部队啊，一边战争都一边在使用手机，就是他们对战场上信息的了解不光是通过他们自己内部的通讯系统，实际上他们也通过外部的系统啊来了解周边的信息。因此啊，这个信息战呀，就实际上已经渗透在这次冲突当中，对吧？双方呢都可以利用这套公开的系统，互联网上发布假的消息，对自己有利的消息。你现在说库比扬斯克已经占领了，实际上对于身处在库比扬斯克的俄军来讲，那他心理负担就很重，他就会怀疑啊，是不是除了我们之外，其他人都跑了啊？因为确实前头在这个战斗当中也有不打招呼就跑的情况啊，对吧？军心就会涣散。然后反过来，对于乌军也一样，在马里乌波尔说被围了很长时间啊，那在那个亚速钢铁厂底下待着。幸亏啊有这个星链，他还能及时了解到一些客观的情况。如果没有星链的话，那不是很容易就，被对方给忽悠了吗？因为你也没有什么好的渠道去跟外的通讯了呀。同理啊，像这个利西昌斯克、北顿涅茨克都一样，双方实际上利用这互联网，都在散布对自己有利的消息，而且也是在配合，军事行动。另外呢，也是在麻痹对方。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是出于自己的商业目的，对吧？他发布一些消息及时出来，或者，更提前的发布一些消息，可能对他的宣传或者这个招更多的粉丝是有好处的，对吧？有时候战场上确实有一个趋势，比如说对这个北顿涅茨克的围攻，那可能这个趋势之下，短期内是无法逆转。这个俄罗斯迟早要把这地儿拿下。那我提前说个3、4天、5、6天的，实际上确实，最终他也会把这个，怎么说呢？也把他的这个论调给能圆回来，因为最终还是俄军能把这个地儿给拿下了，对吧？但是我们要注意啊，在谢维尔斯克这个地方。这个论调呢就被打脸了。谢维尔斯克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利昌斯克的后面。当时这个大家都认为这个地儿这个很快就会
被拿就哎，这就是谢维尔斯克，它离利西昌斯克不是很远。当时大家一直认为这个地儿很快会也被拿下来，所以我印象当中有不少人也说谢维尔斯克被俄军占领了，但实际上啊，这个双方的控制线一直在谢维尔斯克5公里之外。说了以上这些内容呢，实际上就是说跟大家讨论一下，也就是，未来啊，实际上我们没必要着急去给这个战场下一个结论，因为我们做投资也好，不是看这个过程啊，主要看这个结果。这结果早出来，早知了几个小时啊，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啊，对投资的结果影响并不大，因为现在没有一件事儿能很快对这个投资市场产生这个逆转性的这种推动作用，对吧？所以我们不妨耐心等等它真实的情况啊，真实的结果在这个权威媒体上出来以后再做定论。好，感谢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再见。